太极不是武当的吗？为什么青城山要练别家的武功啊？太极不是武当的专利哦。中国有30多种太极拳，这所有的太极拳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个大类是出家人创造的太极，就是我们常见的武当太极、青城太极，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家人创造的太极，就是我们大家了解的更多的陈氏太极、杨氏太极、吴氏太极、孙氏太极、武氏太极这一类的。青城太极和其他太极还不太一样，以前是历代单传的，是我征求了我师父的同意以后，把其中一小部分推向社会，希望能够回报社会，回报这个世界。所以现在这个青城太极是我们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不是别家的功夫哦。